啊，大家好啊！而家咧我就系上班嘅，啊，哇，好多烟啊！啊，今日咧就系2018年嘅10月20日啦，吓。禮拜六，而家我揸部車上班嘅，休連休兩日噶啦。今朝早我好早起床啊，7:30就起咗床咧，就喺度咧就係做咗節目嘅。一起床咁啊，煲斟杯茶飲啦，咁啊喺度吹下水啦，咁啊咁基本上啊即係咩，但係咧就冇辦法上傳咗上去啦，時間唔夠，而且啲網速慢啊，咁啊我只能夠咧一間上去翻工嘅時候咧先再上傳上去。而家已經係8:08噶啦，咁啊因為唔塞車嘛，啊所以大安注意啦咁啊。即係正常嚟講咧，就係今日咧就係禮拜六，係又比較交通啊比較通順嘅，啊唔會話有咩嘢嘢嘅。正常情況下，如果唔係有咩嘢，又係有特殊情況，又係好難講嘅。嗱咁啊，天氣咧就係比較好啦，天氣啊睇上去咧就啊零舍唔同啲嘅，啊藍藍的天啊冇白雲啊，淨係心情爽利啊，唉、哎、但係咧始終係要啊。上班咯，收心養性啊！休連休兩日啊嘛，嗰日星期六、星期日即係上呢兩日班啦，咁啊星期一先再休息啊，即係咁樣。當然，如果你今日休息嘅話咧，我同樣咧都係啊，又飲茶喺附近飲茶咯。而家就我又唔會話想出去啊橫區啦，就喺我哋呢個區域呢度一樣有茶飲嘅，亦非常之方便嘅，啊唔塞車嘅60高速公路。昨天就是有朋友過我這邊，就是我沒有開到這部車的，經常就就是他駕那部麵包車來去去喝茶啦，因為大車有大車好，小車有小車好。大車就是一個就裝的行李比較多，而且個空間比較大，我這部車就比較小部，就是上個星期一啦，好似係我晚上去機場接個人嚇。如果係單係我呢部車嘅話咧，根本冇辦法去裝到咁多行李啦。有冇眼鏡啊？眼鏡都冇添。因為求其戴對眼鏡啦。因為有啲熱頭啊嘛。戴呢對眼鏡好啲，呢眼鏡係清晰啲。我對眼鏡咧，好似戴上嚟太過顏色比較深啲。哎呦，有啲涼涼地啊嘛，凍凍地又唔係涼涼地啊，涼不咪凍啊，一字之差，其實就真係嚇唔同啲嘅。好，走咯。嗱，凍不咪涼係唔同啊嘛。在美國來說，經常見到很多車就黑黑碰碰的，但是那些人又好像說修理的，因為賠了錢之後他一般就不理那部車的了，因為這裡就是招汽車拿來代步的，所以能夠開得到的盡量又開又求其啦，咁樣啊，就咁樣，所以唔同啊。佢唔係攞呢部車嚟噶，即係話整到好靚啊，就去睇嘅，就係所以你見到好多車咧，都係啊，
撞過之後咧，一直佢都冇再去修理噶啦。即係反正部車喐得到啊 ，OK 噶啦，上落班用嘅啫。啊，即係好似我咁樣，而家就係上落班用一部車。咁唔係啊，暫時唔係攞部車去揾食。哎，有啲紅綠燈喺度阻住啊！哎呦！今日雖然唔塞車啫，但係紅燈唔使咁耐啩，而家綠燈啦。我咧就係揸車好中意行邊線嘅，呢咁即係咪講習慣埋點樣？我可能你就係覺得滋滋油油啊，唔係講時間啊，咁我通常都係行入邊條線啦。如果行中間條線咧，又有通常咧就有啲講時間咁樣啦。但行中間條線咧就好好在咧就係快少少啦。好，咁我都係行中間條線算啦。即係行呢條線咧，你會覺得即係嗰人會緊張啲嘅，即係你會集中精神，會開啲嘅。嗰邊入邊條線咧就係慢條斯理嘅，因為嗰度係即係算係慢車道啦。又入翻右邊條線啦，出翻去前啦，出翻去，即係好有時啲嘢習慣咗咧，就開開下開下，又開咗入邊條線啦。希望快啲啦，超快啲啦。即係我揸車都係，所以係唔係話好十分之趕時間。十分之開快車嘅，我又唔主張開快車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，就 OK 噶啦，順順當當咁樣。休息我行嗰條線，因為我冇行車飲茶啊嘛，所以條線琴日咧就係喺我嗰度
我希望休息咧，都希望我行翻我自己嗰邊飲茶嘅時間。車嘅，所以啲車速好快嘅，呼呼聲嘅。
出外嘅，去呢、這個我呢個方向咧，其實咧就係向海邊行嘅。咁啊，而家有啲人話我去海邊玩下，咁就行呢條路咯。仲有啊，機場啊、好萊坞啊，都係呢個方向，又係去真正嘅鬼佬市區啊，啲高樓大廈嗰邊咧，又係呢個方向。第一次呢度係好繁忙嘅公路嚟嘅，萊坞咁繁忙啊，十號高速。加前咧，我哋啲華人又中意飲茶咧，咁啊有四面八方咁湧向呢個地方去飲茶都有嘅。措手不及添。
以啊，上船啦，啊，上去啦咁啊。今日好似坐一个同事部车翻去喎，好似。